什么分段啊？钻四了，我靠，钻四局啊，压力挺大的呀。谢帝王蟹送的血瓶。谢三桂是哈吉尔送的血瓶。谢落红化春泥送的血瓶。能抓吗，兄弟？这能抓吗？可以打一套，兄弟，应该打不死。打他一套吧。他有点燃的，你小心，别被他一套带走了。还没用技能，我回家吧。怎么带点燃鬼王？我靠，好像有点东西的样子。鬼王卡玛，最爱的。鬼王。我觉得我抓不死他，不，不是很好抓。六级可以抓。六级还可以抽，抽个什么？这个更难。我靠，没跳。来一个下路，不能那种，反正要有急爆才能搞他。我操！这个我过来了，完了，你好像没了。别不用来了，我死了，基本上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好像能走，能跑吗？我
哎呦，接不二连。好，青钢影在这边。这青钢影从上路跑下路来了。嗯，他送了。哎，他。那还行。他摆烂了呀。给我抓两个摆烂。中了线有点亏。看看不用靠的，那不我必死了，必死掉了。把那红给给你。你们玩啊，宝贝儿。我们玩。嗯。宝贝儿，我走了。嗯，好的。谢谢您送的法拉利啊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谢谢古园长古包尾号送的告白灯牌啊。谢银送的气象球。有点肥呀，这综艺。卡玛有那么一点东西，还有点，我想保下路的，现在位置平，保下路的小龙没搞到，谢林又送了一个法拉利啊，感谢老板。应该也不玩了，回头也去逮我吧。你脑子什么用？谢林送的气象球，我们保一下路。别把他堵了，我还是快起跑吧。我好像没了。等啥吗，兄弟？你们啥兵？你要死？好重。还不够。别动了，我们压着。别动。
他有点装啊，兄弟，打他。嗯。那是可以。本来是金眼。感谢古巴尾号又送了一个告白灯牌啊！感谢老板。你小子想灯牌带节奏是吧？没吃到，没大招，又没招，你自己的本事，对的。应该有八层。你在上面在哪里？哪里呢？优势好大，
个800块。金身吧，我踢过来了，可以打。哎呦我靠，还有一个，可惜，还行，我这波杀了三个。还有你这个，还有个从我们少年时抽个奶茶，没卡牌子兄弟可以卡个牌子，一毛钱礼物就可以卡牌子了，没卡牌子兄弟可以卡个牌子。不放了其实也没啥的，他们是推个塔吧，还不走啊？再刷点钱，我直接帽子吧。刷点钱。痛啊！算了算了。灯笼，灯笼，灯笼。哎呀，完了，很亏啊。那直接走了，我这波金身没了，我还买不了帽子了，我得先买金身了。
谢飞哥送的告白灯牌啊，感谢老板送的告白灯牌。大天使盾差一秒，小火龙有点有点不对劲了，打着打着，还好拆了拆了三路，大龙也能拿。
对面都不出来反抗一下的吗？一定要带圣剑。